哼哼，小鸡儿，开始，朋友们啊，今天把那天做那个洗净那个毛肚给它都给它糊上啊，完了吃前方便，完了送朋友点，送家人点啊，这老鲜全长着了，甜水，哎，干啥搁这儿呢飞啊，找着了。抄了一下，这一个小鸡儿，你这拉几泡屎了？你这里头，明天就得面活了，小鸡儿啊！这是个孩子姥姥家拿回来的，来个小野鸡儿，不是小野鸡儿没有啊？小鸡儿炖蘑菇啊！水好像有点少啊，来点。吃个怎么吃呢？还麻辣酸肚啊，也行啊，完了之后能整点啤酒，这位置你好，搁这做饭啊，瞅着好看的背景啊，这葱摘上了，刚摘的啊，没看我拿着葱吗？是，这挺好，就缺点那个绿葱叶做菜，这样那你搁这好像太热了，它不能长，不热啊，这啥呀，头一遍给放里啊，放里也不多啊，那天就吃一小块啊，所以少点，多放几片姜啊，多放几片料酒，完了放点那个花椒粒子，好，放点盐，三勺、四勺、五勺，哎，还缺点水。又要黑天了，凉飕的哈，这肚压好了啊，开锅压了25分钟，完我又给它盖上盖儿，就焖了10分钟啊，应该好了。拿出这三块，那些继续搁炉子啊。这毛肚，来一口行啊。这玩意儿是个凉菜啊，就算凉快了。开始啊，那个我就是把那个肚整了，这个肉，洗手。哎呦呦！饿了，这一天一顿饭受不了，有点。谁知道为啥得整一天就一顿饭，两顿饭都。两顿饭都吃不起，一天两顿饭都三顿饭都吃不起了，一天。不是我回来，你赶一天就一顿饭了吧？你不回来，我一天一顿饭。啊，这个一天我回来还多一顿呢。那我回来我就多点。三顿饭，完还中间还有些气儿呢，啊，回家不干活了，就少来点呗。试试啊，软嫩，嗯，你有买的辣吗？嗯，有买的辣吗？上次弄的大牛我觉得挺好吃。嗯。人家整那白呀，咱整那又是发红呢。白它指定加啥？加啥了？对。好多吗？行。你说。啥不咽下去啊？要蒜呐。蒜呐。要蒜吗？不要蒜吗？红辣椒，切点丝儿。嗯，这都蔫了，蔫了。有点配点色儿行，借点儿，不光配色儿，还得借点味儿。行，
我刚才寻换个盘了，不换盘了，朋友们啊，就这么吃了，还得多刷一个是吧？谢谢啊。嗯。嗯，你看能不能看清？看不清啊，晃光晃，啥也瞅不着啊。这是效果的。好。我感觉好冷啊，你。拌上啊。嗯。你不觉得冷吗？冷啊。冷啊！现在不能烧了，吃饭了是吧？吃完饭这个烧烧烧点，十八度。还行，开饭朋友们。感觉，我想喝一口。喝啥呀？白酒啊？喝不喝都行，再说吧。喝一口白酒，我就给你整点儿。还是不行，冷。啤的是不能喝了，啤的冷。不喝，白的不喝，冷，冷啊。哎呀，你搁咱搁外地待那啥呢？嗯。待时间久了。嗯。尝尝我这啥样？尝尝，摸摸。嗯，没搁盐吧？搁了一点点，后期搁了。挺咸的。就咸了吗？还行。这盐觉得像蛋似的。蘑菇咸的。嗯，这蘑菇你讲话打辣椒酱正好了哈，不在乎它咸了。啊、对哈。嗯。很好，这蘑菇正好。正好。和新鲜一样。咱冻的不也一样这个事吗？但是咱冻还搁冰箱里呢，冻着。还得缓，这就是这就是那啥，搁瓶里装，摆那儿。啊。这种事儿，搁盐一拌。嗯。咱是不是搁盐拌的？挺好。嗯。那时候小狗们不长毒呢。行啊。够咸呗。尝着还行，尝着不咋那啥，不是那齁齁的。这种就是小蘑菇头啊，大出根儿。那种黑黄瓜，黑黄瓜皮儿薄。嗯。这米吃啥呀？好啊。吃出来了吗？那个小。没有能卖的好。能整那酱肉也挺好吃。嗯。煎，
早上吃那酱肉、那个。早上那个。嗯。啊，酸菜你都冻上了吧？那个。嗯。那里还那些肉呢。冻。分两份。你自己吃，你就弄一袋酸菜就行。嗯，我还肉多呀，我先煮点酸菜。嗯，吃一阵子哈。嗯。我妈爱整蘑菇，我妈不吃蘑菇。啊。这滑稽溜的，她就受不了。我也得来点。你也太快了。那半碗啊。啊。哎。妈，这不少，行。好烫，嗯，给你留点。还剩一个。我炒的好吃。挺好吃。我半桌不下货了哈。也没少吃。嗯。你下那么些吗？这一个菜早没了。嗯，姜葱不要了，挺辣。辣是吗？嗯。还有吗？洋葱。没事，还有紫色的。那得整点三丝吧。在干嘛？啊？在干嘛？在外面吃。拜拜，朋友们。